不跟你要玩吗？根本停不下来。这个有骑马的感觉。四个人上才荡了很远道。这个滑梯是干净的吗？好脏啊！唐老师推一把，推一把，你要推我们一家四口啊！我还蹬断这个。不会，这个很结实。前面一换，换个麦。我先玩一会儿。你麦要换了，快换。我玩一下，我玩一下就走。你现在也受不了声。对，他们的麦都被你收声了。接力，加油，觉醒。不是，你起来换麦，我玩一会儿，我还没玩好呢。你就希望我起来，我就不起来。你比我大，你这样合适吗？我就不起来，我让给你。No! 等会儿有点大了。